现在我们开始本期梦想的声音的第一场考教。首先欢迎追梦歌手彭奇燕登场。摇滚女孩。
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苦涩叫做哦爱的甜美，我怎样都学不会。笑中还有泪，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会改变，许多梦想总变去太美，哦，跟着音乐幻灭。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苦涩叫做哦爱的甜美，我怎样怎样怎样学不会。哦，眼泪，眼泪都是我的体会，成长的滋味。哦，眼泪，忍住眼泪不让你看见。哦，我在改变孤单的感觉，我从不曾发现时光的假面。牵挂的眷恋，我努力忘了一切，我笑中还有改编，谢谢两位歌手。我以前也有一个误解，我认为不要太炫技，因为炫技会掩饰真正的情感。后来当我去仔细的聆听了一些古典音乐，然后看了很多古典音乐的现场之后，我觉得
技术是一个最高级的一个基础，你必须要有技术，你才能最后让人灵魂出窍。我刚刚看到了最高的技术，所有的老师站起来那一下就出窍了，那个感觉。还有一点，为什么前部他唱的是慢节奏，但他脚打的是快节奏？我想问你，为什么你能分开？好，给大家普及一个常识哈。当歌手的时候，比如说你速度 tempo 是60，或者是70的时候，你的心拍如果是一倍以上，你所有的情感技术的点跟所有的这个落点会跟1、2、3这样数的人是不一样的，你可能是1、2、3、1、2、3、4，所以你可以随便出来随便进去，那个时候你可以有很多情感处理去做切分啊等等啊任何的事情。非常技术的描述，但是如果用一个非音乐人的说法解释，就是你有没有看到那种漫威的电影啊？有，可以跑很快的那种英雄，当他跑很快的时候，身边的一切都变慢动作。对，如果他在数快拍的时候，其实瞬间他的音乐都变慢动作了。刚才吴彦斌的这段表演告诉我们，他其实真的是一个声音的杂技演员。我现场很少听到有一个歌手在唱到高潮的时候，向下转调的时候，把所有的导师、所有的嘉宾都唱起来了。彬彬厉害就不用多说了，真的，我说那个彭琪燕，我实在太喜欢你的声音了。谢谢老师。美国一个女的摇滚歌手叫 Joan Jett， 她就是这种声音，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因为她很老。可是我说到她的歌，比方说 I Love Rock and Roll，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太久没听到这个声音，我刚刚听到真的觉得很棒很棒，谢谢。谢谢子华老师，谢谢。如果小严你想做一个 rocker。就是舍我其谁，我要看到你舍我其谁的那个力量，你才能真的有一天站在舞台上，什么都可以，穿个白 T 恤你就干。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呢。谢谢，谢谢薇薇姐。我刚刚听小燕唱歌的时候，我为什么不换衣服就直接上来了？是因为她唱得很好，然后她有激到我。我觉得他是一个给他舞台多一点的磨练，他可以成长的歌手。我刚刚就说我们的嗓音其实有一些共同之处。我不知道如果我们会合唱，他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化学效应，我很想试试看。谢谢彬彬老师。谢谢胡彦斌老师。刚刚而且我在后台，我有跟导演组的同事有聊天，其实他来到这里的真正的梦想是希望可以让他爸爸妈妈看到他的表演。其实真的很激动，一直就想走上这么专业、这么受瞩目的舞台，能够让我爸爸妈妈在电视上能够看到他的姑娘，是真的为他们争一口气的。没有在做乱七八糟的事情，他在认真的做音乐，认真的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诸位筑梦团的老师，请开始合影。反正我是坚决拥护他们俩要合体。觉得彭琪燕不错。问题是胡彦斌他只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好，看上去已经有结果了。筑梦团的最后合影结果是。经过我们筑梦团合议，然后结合现场观众的意见，小严本节目是 vivo 冠名播出的 vivo X23 AI 非凡摄影超大广角，发现更多美。本节目合作平台更多人都在用的音乐 APP 酷狗音乐就是歌多。筑梦团的最后合议结果是，经过我们筑梦团的合议，然后结合现场观众的意见，小严恭喜你，现在有机会可以和彬彬老师合作了。对，谢谢。
谢谢朱梦团的各位，让我们祝贺彭于晏。谢谢谢谢，小伙子是谁？好，现在呢，双叶组合正式成立了。那么，请问你要讨教谁？我要讨教的是。薇薇姐，薇薇姐！天哪！哇，好期待哦，好期待！我们的规则是这样，你可以在这一刻立刻选择讨教谭薇薇，当然你可以说给你更多的时间，在准备好的时候再重新回到舞台上。好，我要准备，要准备，要准备，对对。祝贺小。